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2月23日，同时是我们 Say No to Evil 司法抗议的第96天。我们13位战友今天所在的地方是美国纽约中心火车站，我们在这里抗议美国律师 Luc scum 对我们海外华人的威胁，和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共产党沟通，渗透美国司法部。